既然你的这个怎么没有画一个嘴唇在旁边？啊，那时候没有想到哎，啊，不然就是我的嘴唇印上去啊，我画红一点呢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位置，你懂，杯稳的中间这里，然后侧边这样，就是、那很难控制啦。算了啦，你都画成这样了。哦，我那我斜一边好了。可以，来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深稳。有了有了，可以啦。你不就变一坨？怎么这样？要不要再清久一点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不行，你已经晕出来了。够多，中间不够多。这一杯红茶也才40。你这不好硬耶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涂抹去啊！哇，你看有啦。喝啦喝啦喝啦啦！哦。哇，跟他等你，我好，伊跟他无外围尔，伊个来中拢无啊。安啦，你是安啦，我安尼唔叫有，啊无拢跟他外围尔，惊讨人，你看你的嘴啦，安怎啦？吼，你去找你的化妆师啦，怎啦？你即马足惊人诶，用太恐怖哟，啊要飞云诶，加5块咧，10块，十块，以为我们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排队都要排在1公里外。来，一杯先给你。好，你把那号码牌收回来啊。没有，这样我会乱掉。好，好，好，所以现在来，现在再等几分。小三小王杯稳。一号的那个杯稳。一号的咸的小王。我收了，我收了，收到了。我们这漂亮的小姐，她收到了。对，收到了。Thank you 啊。Thank you。来，问一号的一号。真的好吃。一号。谢谢老谢谢，谢谢拜拜，也蛮好吃不？我忘记过，好吃哈，很特别哈啊，妹妹哦，喂，你啊，你先付我钱吗？天气好冷呐，喂，没礼貌，好来，好吃哈，甜的，一个就这么在点。王彩华他领金嘞，你王彩华他领金嘞，不啦，我的爱美浪客啦，还有7份啊，听你7份，还有7份，我们先不好意思，那个甜的，甜的已经点了一个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，不好意思，慢慢排一下，因为我们前面还没消化完，一定会卖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没有，3号小三加飞吻，飞吻飞吻飞吻，再接受一个飞吻飞吻飞吻，哦，飞吻飞吻 ，OK。小三杯稳110，好，下一位，来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飞稳加拍照。哦，有人飞稳，对，好来，小王跟飞稳，飞稳，小心手啊，飞稳，哦，飞稳，你不进来，好漂亮哦，要进来，来，通通有，3、2、1。第一个地方谁要去休息？哪有时间休息呀？没时间休息。哪有时间休息？因为我们是30分钟，有一个人可以轮休。所以9份的还没给完，对不对？可以去洗手间吃点东西。9份的还没给完。我大哥，你错过一次休息，后面没有了。他说酱油真的吗？我先离开。所以可能酱，你酱做的够不够啊？还有，不行了，我离开就没有人来辣椒酱。辣椒酱怎么样？够，不行了，我休息了。对，还是要修吗？我不修了，没时间修了。这也是那个，再给我。没啦，但是爱用啊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因为真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麻烦大家等一下。请问我们下一位同学可以点餐了吗？等一下，他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他已经等到两只脚在发抖了。真的吗？对不起了。台北来的，地台北来哦。他们是特别来看你们的朋友包伟明的。哎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夜市它算是一个舞场，它的人很快，所以你要很快的去面对，包括你的数字，包括你的招呼。你要让客人感觉他等很久，但是他又觉得不会觉得等太久，然后也是很开心。所以我们每个问他说：“哎，先付钱，那要不要拍照？”
那他们得到他们相对的快乐，我觉得 OK 的，就是来看的，赶快加 end 哈，没有来看大家，来看大家，好不好？赶快加 end 哈，哎，反正我只有这一集出现，我下次不会再来了哦，因为这蛮累的啊，太粗了，这个真的很辛苦，先买，我们先卖红茶好了，先卖红茶，先卖红茶好了，只有红茶的，只有红茶，那可以先过来拍照，飞吻红茶，好不好？两杯杯吻红茶两次，啊，两次，好好好。姐，你好美哦。人家围成这样，你说人家好美？看眼睛，我先放这。我看眼睛啊，放这来。后面还有需要杯吻红茶的吗？来，两杯杯吻红茶。杯吻红茶哈，杯吻红茶，杯吻，两杯杯吻红茶。我觉得我先回台北，不行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我去叫帮手来，对不起哦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我们帮手，我是帮手吗？我觉得这样子做下去赚不了两毛钱，没有他们去找。哎，你的空，你的空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来分的，帮我们加油。我真的走了，谢谢。我还以为你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别摊来这边闹场的，没有，就是来帮我们的。天哪，拉拉队来助阵，很爽呢。对啊。来，先介绍自己大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ri。Yuri， 哎，来，我先恭喜 Yuri。看归看啊，我们还是给他鼓励。来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吴以轩啊，这个都是现在非常红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先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是，因为像第一位，他已经等了3个钟头，久等了，真的该按摩的按摩，好，该那个该问候嘘寒问暖，还有还有，这个短暂的两份的好了，来，小王五号还没有吃饭，好不好？还没拍照吗？辛苦，好，来拍照。季啊，你吃了吗？来，那你站过来一点。还没，对，但是我们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私底下再聊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的客人 long K 等很久了，好挤，好挤哦！三二一，两份！你们可细心啊！你先给你两份，等一下再给你。哇！谢谢光临，等一下给你一份。因为你们都不知道，雨薇她左边是龙的。所以我要面对你们这样。哎，你们讲话要靠他右边。哎。因为 Kimi 把它弄到左边的龙标，没错。因为你们这边是，我们这边在做什么？下面。对啊，你们从刚开始一直忙到现在都还没吃饭，都还没吃。辛苦你们，你们来的真的正是时候。你们谁要来先吃？会很难吃吗？对对对对，因为对我来是不，对我来讲有一点辣。我的爱，他用他的爱。那我先吃面啊，这个是不辣的，你要加辣。我要辣，我要辣，你要辣哈。麻烦，请勿拍打，也不要闪光。难用。哇，为什么？你要椅子坐，我没有椅子坐啦。椅子，我卡起这边坐一天。还是哦。那包大哥那一碗不吃，我吃咯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反正每次就是他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会不会辣？西西会不会辣？好吃哎！飞起的，我底下逗了一位。哦，真的很累呢，这个节目真的，哦，真的有点累。你坐，你坐。跟后面有位。有了有了，71块的价值。我也我也我也。轩宇轩，宇轩好了，外场交给你一下。宇轩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摊，有小王小三可以选择，买飞吻红茶送飞吻，买红茶送飞吻哦。正面推销是吗？可以面交哦。不用钱付钱买红茶，餐饮大哥都付钱。